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花痴小妹舒阳老师。今天我吃什么呀？请你吃糖。啊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的牙齿都蛀牙了，我不要吃糖。来，这个是吃了不蛀牙的糖。真的？真有吃的不蛀牙的棒棒糖吗？对呀。哇，赶紧倒出来。哇，这个糖啊，好像一个小小的迷你芭蕉扇。嗯，你们看，哇，给我散散风。哇，好热呀，怎么一点风也没有啊？别扇了，这个是牙齿。牙齿？哦，嘿，明白了，看看它的造型，还真的挺像，我们取出来的一颗牙齿呢。我还以为是芭蕉扇呢，嘿，嘿，看看，还两颗牙，这橙汁味也太浓了吧！哇，这个草莓味好像是全部都是浓缩的草莓汁一样呢，精品，哇！这个简直好像是在吃橙子呀，但是我一点甜味都没有感受到，难怪说这个是木糖醇做的，防蛀牙的，哇，这么好的糖果，我肯定要收藏起来。从此以后呀，我吃着这么好吃的棒棒糖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会蛀牙了。这个酸溜溜的葡萄口味的，此款棒棒糖呀，非得赞美一番呀，他们好像就是各种水果浓缩的果汁做成的一样，真的我们还没吃到甜味呢，吃在嘴里就像是在吃水果，特别的享受，而且还不蛀牙。以后出门上班呀，和朋友见面，来分你一颗糖，来分你一颗糖。开心开心开心，不会蛀牙的棒棒糖你们吃过没？哈哈，我还差点误以为它是一个芭蕉扇的造型呢，原来是一个牙齿。哎，好了，那我们本期的防蛀牙木糖醇果汁味棒棒糖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和点赞，那下期再见，拜拜，赶紧收藏哦。